病啊，病骨，从44啊，第44病。这个膝关节大家记住啊，膝关节这个人老先老腿老在哪儿？不是老在骨头上，是老在三个关节上，一个是骨关节，就股骨头那儿，一个是膝关节，再一个是什么？脚踝踝关节。为什么踝关节这三个关节最能反映人体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它那儿气血不好过，是吧？那是筋多骨头多肉少脉少，是吧？所以这个叫病啊。发音大家记得是四声啊，在古代有两个写法，一个是骨子边，一个是肉子边啊，一个是肉子边。这个在秦朝以前呢，就是都用这个月字边，到李斯统一小篆了以后呢，就改成了骨字边，是吧？髌骨。那我们都知道有个军事家跟庞涓打仗那个哥们叫孙膑，是吧？他就在秦朝统一之前嘛，所以他那个字儿你就不能给人写成骨字边，这就有历史的传承和痕迹，是吧？髌呢，就是单指这个髌骨的话，就是咱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玻璃盖，就那块骨头叫髌骨，是吧？这个髌骨呢，为什么长成一个圆盖的样呢？是因为它向多头肌腱，向多个方向的肌腱被它牵引发力，明白了吗？如果它是方的或者是一个块状的，就会影响到它的功能啊。所以呢，其实这块骨头最早它也不是骨头，而是从肌肉慢慢的钙化受力硬化啊，所以这个也是从肉变成了骨。从这个汉字来讲，月字边变成骨字边，它也有道理，是吧？西医呢把它叫子骨啊，或者牛仔骨，子骨应该念子骨，是吧？髌骨呢，大家平常知道的这个事儿呢，我是经历了两次。哪两次呢？就是5年前我妈先摔了一跤。她摔了一跤怎么摔的？这个摔跤骨折都是寸劲儿。我们家那个我妈睡那床并不高，也就是半米多，是吧？然后呢，她去往下蹬那个电话线，然后一下杵到地下，还不是手胳膊先着地，哪儿先着地啊？膝盖，一下就把个髌骨就裂了，是吧？这叫髌骨骨折，是吧？髌骨骨折怎么办？很讨厌，就是说它影响活动。为什么呢？你髌骨骨折了，你一用力，它周围这个肌腱肌肉一牵扯，它就裂就更大了。所以髌骨骨折也不需要打石膏什么，就需要什么？直着，腿就是直着，这样腿直的话，它没有弯曲的话，髌骨就不受影响。所以我妈那直着腿在床上待了三四个月，是吧？结果那会儿我本来是我妈伺候我爸，结果我爸整天给端水倒茶的，是吧？结果这就一次。后来敷了很多膏药，就从洛阳那个什么正骨医院闹的膏药，哎，那挺好。然后就长住了，再做这个 X 光一检查长住了，结果又过半年，我妈又打电话又要那个药，回去看我爸又摔了，又是一个髌骨骨折，洗澡时候摔的。结果我这过年回去以后，我爸腿是直了，我扶着我爸这个专门闹了个椅子去坐高的椅子去，因为他腿直嘛，你上厕所你不能弯，专门闹了一个椅子底下放个马桶。然后我一看那情况，我说得了，我接过来了。这就是15年正月初4，大概过完年我就接过来。结果我爸在这儿住了7个月，到3、4个月的时候到医院一检查，这膝盖算长住了。然后这个关立双关大夫给按摩，我爸就能推着那个轮椅在楼道里就溜达了。这就是我亲自经历的两个髌骨骨折，是吧？
还有一种病呢，大家可能现在这你们班主任得过，叫什么髌骨软化，膝盖疼，疼得不行，查风湿类风湿没事啊，就是疼得不行，到医院西医给个名号叫髌骨软化。髌骨软化怎么治啊？活动啊，瑜伽啊，什么锻炼啊，最后什么游泳啊，这最后闹出一个病没好又添一个病，是吧？那髌骨软化怎么治啊？髌骨软化怎么治？强筋壮骨啊，强筋壮骨啊。看一下啊，髌骨是由股四头肌的肌腱骨化而成啊，借韧带牵持与股骨下端、胫骨上端构成膝关节。你想，它连接两个大骨头，是不是？嘿，是不是？下面的胫骨，上面的股骨，是吧？所以呢，人到半百年半百而动作皆衰啊，第一个就是髌骨软化。老年人呢会出现骨头的磨损。髌骨软化主要症状是什么？就是卡住，就是半蹲位步行上下楼梯，特别下楼梯的时候膝盖疼的就不行，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然后呢，软骨出现纤维化，就滑膜发炎症的时候，整个髌骨因为骨面的不平整，使膝关节突然卡死不能屈伸，它叫绞索症状，是吧？咱们那个朝阳区卫生局那一个前一段时间就坐轮椅，我一问怎么了，这就是滑膜炎，是吧？人叫滑膜炎。其实这都是骨头的一个退行性的变化啊！大家一看说这人老了，活得抽抽了，为什么抽抽了？骨头退行性变化，是吧？骨头退行性变化。所以呢，软骨的肿胀、碎裂、脱落、腐蚀啊等等一系列症状啊，最后呢，加上人体这出现了各种把它当成敌人、当成异物，出现这种排斥、免疫的反应，那就更重了。最终的出现的结果，你知道是什么吗？患关节。你们上网搜一下患关节剔下来的骨头那个图片，我能吓死你们，是吧？就活活把那些这个关节全头全剔掉，然后套上一个铁的或者钢的什么，哎，人家还问你啊，这国产的50000，这个进口的100000，你装哪个？你能当着你爹你妈的面说个装个国产的？最近出一件大事，就是美国特朗普又签了个法案，因为美国现在滥用这个止痛剂啊，它叫就是阿片，它叫阿片，其实就是鸦片，鸦片类止痛剂滥用已经在美国是成为一种另外一种毒品战争了，是吧？因为你毒品是非法使用，这个鸦片类这种的止痛药是合法使用，结果大批大批的中国人，不是美国人，在使用这个止痛药，结果造成什么呀？造成现在叫医疗灾难。但你们反思一下这个问题，这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哪儿？出在他们几十年的掩盖症状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思路和手段最后的一个爆发。就他原来你比如说有点小疼小痛，他就给你开始就掩盖症状，开始就能掩，你身体好的时候他能掩盖住，到死老了以后掩盖不住了，他就来个大爆发。第二个，将来他们会搞一个叫安乐死合法化。安乐死合法化就意味着西医将来要更加蓬勃的发展。为什么说蓬勃发展？你偷了东西如果有销赃有渠道，那你这个行业就兴盛了，是不是？你有出路吗？那这个事儿就是说，以前做的那些孽、造的那些孽，最后就夸一笔勾销，一勾销完了，接着就
如果说你谁做了这个孽，谁承担这个责任，该给医生判刑的判刑，坐牢的坐牢，那医生就该谨慎了。现在好了，大不了你最后就安乐死呗。所以这个太恐怖了，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特朗普迁就法案的这个法案里面，第一次全国性的法案出现了鼓励使用针灸，不是针灸啊，针刺 acupuncture。这就几十年针刺在美国的发展终于上到了一个台阶，上到台阶不是帝国主义产生了同情心，是针刺在止疼效果方面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吧？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这个膝关节这个事儿，咱们老说啊，人外国人穿裙子没事儿，人外国人冬天怎么就都穿个裙子，你怎么对外国人不穿裙子都死了是吧，留下的都是能耐穿裙子的，你们进化这么多年，你的祖祖辈辈都穿一个大棉裤是吧，你还穿个裙子。所有穿裙子的人到中年以后就开始出现膝关节的问题。上个月我在日本烤了20天活，为什么烤？我院子嘛，他院子里面好多树，去年砍下树，树枝我都让他们捆起来了，捆起来也干了，然后我就在我那小菜园那菜茄子辣椒都摘完了，我就弄一堆火，弄一堆火点上就烤。烤的时候什么感觉？烤哪儿，然后它对侧就冒那种阴凉的气，就那种阴寒阴寒的气往出冒。我心想，我站桩不就是这个效果是吧，啊，我就烤呗。哎呀，烤的每天烤2-3个小时，然后我说烤着手心，我说哎呀，这能治抑郁症哎，对吧，心包经嘛，心经嘛，热乎气儿不是进去了吗？整天看那火苗，晚上我闭眼睡觉的时候都是火苗。结果回来以后，我就让他们证实，我说去把咱们院里面那个桃树给我砍了锯了，我要点火，对吧，就咱们那个两个厕所中间那个铁栅栏那儿，我弄个炉子。结果我们昨天烤了3-4个小时火，就点那木头，就明显感觉到，而且这个那烤火的那个，你记住啊，我屋里下雨的时候，我就搬到屋里点那木炭，木炭那火不行。这个火苗的带火苗的这个木头燃烧的火，是一波一波的那种热浪的感觉，就是把你这个身上的那种阴寒的那种东西往出打的那种感觉。木炭好，电也好，还有那种烧的煤也好，都是直透骨髓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驱邪的，而且晒太阳泡温泉都是温柔，只有这火。所以别扯别的了，回去烤火吧。我后来一想，我们从小到大睡的都是火炕，对吧，再怎么难受受寒了，炕上睡一晚上，第二天精气神充足又蹦起来了，现在都不是。还有人跟我建议把这暖气管子铺个地暖当炕，我告诉你不一样。你烧柴火以后，通过那土坯透过来那个热和这种水暖那个热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们有条件的啊，回家闹个那个，这外国人不是有壁炉吗，是吧，壁炉不烧的不就是木头吗，是不是，花点钱花点钱嘛，那到这儿做一次艾灸还好几百呢，对吧。所以这个膝关节的问题大家记住啊，膝关节这些地方，踝关节腕关节都是特别容易窝藏邪气的地方，是吧。结果我从日本回来，我妈一看我说你瘦了10斤，我说是，我说我烤火烤的。谁家有的烧瓷那柴窑啊，咱们到那儿去工作两天是吧。还有烧柴窑烧那个烧瓷器的，现在烧柴窑都是电是吧，有烧柴火窑。所以大家记住怎么治髌骨软化啊，大家记住先驱邪，所有的这些关节的肌腱肌肉骨头里面都藏了很多的阴寒的，第一个是寒气，第二是湿气，第三是风。烤火以后有一段时间我身上就起痒啊，
我就知道这风出来了，是吧？然后在驱邪以后再去吃滋补的壮，这个滋补肝的筋、肾的骨的这些药物，是吧？然后才能把这个病彻底治好，是吧？不然的话啊，那种寒湿就一点一点会腐蚀到骨头骨髓里面，最后就没治了，是吧？首先要避免剧烈的运动伤害膝关节，对吧？是不是？你们班主任有亲身的经历啊，这个先人家让他跑步什么锻炼什么什么搏击啊，赵老师什么来着，你先练的是啥来着？动感单车加搏击操。动感单车加什么搏击操，然后又把膝盖伤了，膝盖伤了又让他练瑜伽，又把跟腱撕了，然后跟腱撕了完后又让他游泳，然后他得个鼻炎，所有的这些事儿都糟烂事儿他全尝过了，最后跑到后铺来了，是吧？所以大家记住先驱邪啊。再一个我跟你们讲过什么叫劳，什么叫劳，在没有气没有液的滋润的情况下你去活动，那就叫磨损，那就叫劳，是吧？所以很多人的关节腔里面那种关节液都没有了，他还在那儿爬山，他还在那儿运动，最后把半月板把关节都磨坏了。我推荐几个伤害膝关节的运动方法啊。第一个就是登山爬台阶，登山爬台阶是伤害膝关节最厉害的一种方法啊。所以你要锻炼的话，我建议你不要爬台阶，走缓坡，上山下山都走缓坡，这样对膝关节的冲击最小。第二个伤害膝关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站桩蹲马步，站桩蹲马步啊。你们以前可能也接触过练武的那少林拳什么，一说扎马步脚底下都踩出两只坑，是吧？坑死多少人。我很幸运说碰到几个老师都是真传一句话，包括我们形意拳的马老师，还有周润峰老师，还有周明老师，都告诉我们站桩的时候膝盖微屈，微屈，首先膝盖不是直的，对吧？你保持军姿的那个立正，那是直的，那个对膝盖也是有伤害的。正是微屈的那个状态，正是对这个膝盖髌骨牵扯的那些肌腱最放松的一个状态。如果你今天状态好，你可以把这个屈加深一点，对吧？如果状态不好，就保持一个微屈的状态，结果呢，气血特别容易通过这个膝盖，是吧？所以我说那个站桩的话，站桩站的就是哎，胳膊没了，腿没了。哎，今儿有个同学说我站桩体会到了站的把腿站没了，这就你能理解老子说那句话，是吧？吾之所以有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何患之有？你能感觉到你的知道你胃的存在是因为你胃疼，对吧？胃胀胃酸，你胃好的时候你对胃什么感觉没有？你知道你有心脏是因为他心慌心跳，正常时候他什么都没有。那我们这些人都是不健康的人，不正常人，所以我们体会不到那种放空虚无的那个状态，那个虚无状态就是没了。什么胳膊沉啊酸啊胀，那是有。第二阶段是感觉到哎，站桩时候底下好像有团气在拖着，这还是有。真正经络通畅了以后没了，对吧？上半截没了，下半截没了，哎，站的全身都没了，那就高级了。再一个呢，大家记住为什么他们让练马步，马步为什么要练马步啊？你知道他马步为什么要那么练？第一，他是以前步兵打骑兵的一种招式，明白吗？汉族人没有马，没有马，因为什么？你不会养马，或者是你的一个条件就不适合马的这种
生长。结果呢，蒙古骑兵、满清骑兵这都一来以后，都我们面临着拿这个长枪去打这个骑兵，这就面临一个冲击的问题。所以下盘一定要扎稳，是吧？所以马步蹲起来的那个姿势基本上都是迎战的一个姿势。再一个呢，马步一深蹲就是把人放到了一个什么呀，直指死地而后生的状态。一蹲马步特别容易激发出功夫，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你又是个急功近利想见成效人，所以扎马步特别容易出功夫，但是扎马步太伤膝盖。最可恨的一个伤膝盖的方法就是什么呀，打太极拳在空中打一个旋转到地下一个急停，就是你在旋转上急停，所有的力的传导全打在膝盖上，好多人那些韧带就那么一下啪就断掉，对吧？这就是练功不当。所以这个练功的发心起愿很重要，你是练得让自己健康舒服呢，还是去让别人看啊？还有那个在健身房那个负重蹲起，负重蹲起见过吧？那对膝盖伤害是最大的，对吧？人到中年，然后就来个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最后呢就变成这样。再一个伤膝盖的方法，我就告诉你们，就是平底足的人最伤膝盖，穿那种鞋、特殊的鞋把那个脚弓填满的人最伤膝盖。他的力传导本来在脚弓那儿一弹性就抵消了，结果你给他填满了，那力就传导到脚踝，脚踝传导到膝盖，最后腰都是坏的，是吧？这就是我们发现这个运动不当导致的损伤，是吧？我见过髌骨几乎磨光了还打着封闭针坚持锻炼的人，是吧？是不是疼嘛？疼，身体给你信号，结果你忽视抵抗这种信号，最后就是打着封闭，是吧？第二个髌骨骨折我就不说了啊。古代有个故事叫举鼎绝病啊，举鼎绝病。鼎是谁铸的呀？鼎，我们经常说一言九鼎，是吧？大禹铸了九鼎，是吧？代表天下当时九州。那这九州大禹建的是夏朝，是吧？是不是夏朝之前是叫什么朝？玉朝，玉美人的玉，玉朝啊。你就说尧舜啊，皇帝之后颛顼这些，它叫玉朝啊。中国这个根儿都断了，你现在一说二里头，一说夏朝，人夏朝都不承认你有过。那我们那么多文字都是天上突然摔下来的，是吧？一言九鼎，然后这个就是夏商，是吧？周，那你这个你是不是正统？你是不是有传承的标志是什么呀？哎，你有没有那九个鼎？哎，就好像有那秦朝的传国玉玺和氏璧一样，是吧？结果这个到周王朝的时候，这个鼎放在哪儿？放在哪儿？洛阳啊，在洛阳放着。结果你图谋不轨，想篡党夺权的一个标志就是什么？你去打听那个鼎在哪儿，然后甚至你向周王朝周王提出我想看看这个鼎，这就想造反了。结果呢，秦朝时候传到哪儿了？传到叫秦武王，这个名字，这哥们儿叫什么？叫嬴荡。这哥们儿属于什么？哎，我就发现这个，我那天发了个图片，一个练健美的哥们儿，那个底下那么小，这个事儿是有那个遗传学因素的，有遗传学因素的，是吧？他们专门做过统计，是吧？就是说一般练健美这些人的精子数量和成活率都不高，是吧？而且练武的人都有个特点，不好色。练武的人不好色，你们看一下《水浒》里面好色人真不多，甚至还厌恶女色，一心想就是我在你身上把我的精血全耗了，是吧？好色的只有一个武艺不咋地的矮脚虎王英，是吧？还娶了个好媳妇儿，
这哥们儿你看，孔武有力，不好色，然后呢，喜欢决斗，喜欢决斗。按说动物里面啊，谁能打谁才有这个交配权、繁殖权，是吧？然后呢，结果他手下都是大力士，这大力士的意思都是没脑子。结果他们到了洛阳以后去看九鼎，是吧？结果就互相打赌说，看见了代表这个秦朝那个鼎，说是举，要看能举起来。结果呢，这哥们儿举鼎，绝，看什么？史书上记载叫绝病而死。什么叫绝病而死？结果那没举起来嘛，或者是举了半截那个东西倒了一下，把它砸他腿上了。大家记住，绝的意思，古人有精确的表述，是吧？皮曰伤，肉曰疮，骨曰折，筋曰断，筋骨俱断曰绝。那啥意思啊？筋骨全断了，那可能就有点皮和肉连着，明白了吗？就砸了个稀巴烂。那哥们27岁，享年27岁，是吧？砸了稀巴烂，筋骨俱断，圆绝。那怎么治啊？怎么治？筋骨俱断，那赶紧送医院去接啊！老年人髌骨骨折，大家记住啊，很多人这么摔完以后，并不觉得自个儿骨折了。他，你像我妈那，啪一下在膝盖在地上磕了一下，他还起来了，还该干嘛干嘛。结果到晚上了，整个膝盖肿起来了，而且老年人反应也比较迟钝。你说他觉得疼吗？他也不觉得，是吧？所以他髌骨骨折暂时不影响活动，到关节肿胀疼痛的时候，这都是我亲眼看的，是吧？才引起重视，是吧？需要固定或者半固定，然后中药外服内服啊，总得差不多得3个月才能长好啊。另外，这个髌和病最大的不同，这个病还当动词用，是一种专门的古代的刑法。什么刑法？就把那个玻璃盖给摘了。玻璃盖一摘呢，所有这个筋都到这儿就完蛋了，力传导，整个就是这腿就是下肢还在，但是根本就没法用，所以只能坐轮椅，是吧？所以孙膑做指挥打仗，就只能坐个手推车轮椅，是吧？后来诸葛亮也腿也没瘸，就跟他学了，是吧？诸葛亮也坐个轮椅，摇个扇子，是吧？所以呢，这个叫病刑。再狠一点叫病屁或者病脚，就是膝盖一下全砍了，是吧？这太残忍了，太残忍，有它一定的历史背景。你别说这个了，古代还有活活人就当殉葬品，叫人殉，是吧？殉葬比把你埋了还留口活口还不错，是吧？另外呢，推荐一些咱们中医用的膏药啊，中医用的膏药对膝盖的这些关节的问题，你没有这个机会去烤火的话，那些膏药，什么伤它是止痛膏啊，什么虎骨什么追风膏啊，那都是改善这个膝关节的气血运行的非常好的这种治疗的药物或者是方法。